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14面，从经文看起啊，大字啊，经文看起，贤共尊修，普贤大师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全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这是这一品经的总纲领啊，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本品从贤共尊修，一直到这一品的最后，不可思议。在我们这个本字147面。147面，我们要翻开来看看呢。这是经文呢，到末后一句是总结，全是赞叹普贤菩萨之德。老居士说，借是赞叹普贤大师及会众一切菩萨之德。实际上会众一切菩萨之德了，全是普贤大师之德。这一篇经文比较长，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我们都应当学习，应当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在工作待人接物啊，那我们就是修普贤大师之德啊。我们看下面的注解，大士者即菩萨，即大道心，觉有情啊。古人翻的大道心众生，玄奘大师翻为觉有情啊。这大道心有情呢，换句话说，他的情还没有断干净，所以他是菩萨啊。大道心后头要没有这两个字，那就是菩萨，那就是佛陀啊。差别在此地啊。四为四福，我们中国人称为四大夫啊，读书教学的人啊，在古时候。这个教学的人呢，现在称老师，古时候不称老师，称夫子。孔夫子就是孔老师啊，现在称老师，古人称夫子啊，所以叫四夫，这就是读书教学的人啊。大者即前面讲的
大道心之大啊，这就不重复不再说了。本经会中啊，以普贤菩萨为一切菩萨之上首啊，用普贤菩萨来代表参加法会无量无边的菩萨啊，以他来代表，说与文殊啊、弥勒、贤护等出家在家菩萨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即十方来会无量无边之诸大菩萨，皆悉遵行普贤大师之德。那么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几句经文当中，就能够很明显地体会到无量寿这一会跟华严无二无别啊。华严经里面表法也是以普贤菩萨为长子啊，这就是此地讲的上首的意思啊。他这个后面也说到了，普贤大师乃华严长子，其智德呢，即十大愿王，道归极乐。啊，普贤菩萨之德，讲到究极之处，就是这一句：十大愿王，道归极乐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十大愿望的重要啊，经论以及古大德都常说，菩萨不修普贤十愿啊，就是普贤行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普贤行愿是所有菩萨必须修学的科目啊。纲领虽然只有十条十句啊，细行无量无边啊。啊，我们从十善业道经可以能体会出来啊，十善只有十条。在大乘菩萨把这个十条展开，八万四千细行，你看十条能变成八万四千条菩萨了。普贤十愿不止这个数字啊，啊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的行愿啊，不出这十个纲领啊，这知道这十个纲领是多么重要。八万四千记不住啊，这十条好记啊，十条记住了落实了，八万四千细行就圆满了。这个地方这个十愿的名称说出来了，为大事十种广大行愿，业者离尽诸佛
啊，我们一条一条简单介绍一下。诸位要知道，这第一条，这个十条啊，就好像十层大楼一样。第一条是第一层，诸位要知道，没有第一层就不会有第二层，没有第二层就不会有第三层。换一句话说，后面肯定包括前面，前面不一定包括后面。啊，有礼敬不一定有称赞，有称赞肯定有礼敬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修行要有次第，不能够劣等。啊，前面几条我都不要，我要后面一条，行吗？啊，决定做不到的呀。啊，礼敬摆在第一了。啊，礼是礼节。啊，这是从外表来看。敬是沉浸，是内心的信德。信德流露在外面，自然就是礼。啊，礼要不要学？有真诚恭敬心，不需要学，自然就如礼。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如果里面没有沉浸心，外面学了理，那个理是虚伪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明眼人呢，一眼就看穿了，假的。啊，故意造作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。礼的实质是敬，一切恭敬呐、啊！啊，恭敬心是性德，啊，自信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学礼，为什么呢？迷失了自信。迷的时间太长了，迷得太久了，啊，所以沉浸心不见了，啊，用的是什么心？虚伪的心，啊，沉浸的反面是虚伪，啊，我们谁肯承认自己用心是虚伪的？都不承认。都认为自己的心啊是真心。啊，可是佛菩萨看我们用的心是虚伪的，不是真心。啊，虚伪的是什么呢？阿赖耶。妄心啊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跟妄的界限是什么？啊，现在人讲定义，啊，用什么来界定？真心永恒不变。啊，妄心刹那刹那在变化。用这个道理来界定，我们也就服了。啊，我们心的确不真诚。前念灭了，后念生了。
生灭不住，它不停的，速度之快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现代的量子科学家发现了，这速度太快了。啊，佛、化身菩萨，他们在甚深禅定境界里面看到了。啊，禅定看到是限量境界呀。啊，极深的禅定，啊，非常快速的速度，非常微弱的波动，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啊，现在科学家用的是精密的仪器观察到的。啊，佛菩萨是在定中见到的。啊，我们不能佩服，不佩服这些科学家。啊，他们在精密仪器里头也看到了，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。这些仪器实在讲呢，还是比不上定中。啊，仪器看到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啊，佛菩萨在禅定里面看到的现象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的根源，他通通看穿了。这是说明禅定的功夫跟科学的仪器相比，这个定功啊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。啊，我们要采取这两种方法，肯定大家会采取禅定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科学能不能发现其所以然？要根据世尊在经典上所说的，是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烦恼习气没断，见不到真相。烦恼习气障碍了自信，能够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佛在经上讲过。啊，他讲这八个识，啊，八个识的功能不一样啊。啊，功能最大的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思想啊，西方哲学家所谓是我思故我在啊。啊，这个思想佛说对外可以能够圆虚空法界啊，这是现代物理学家所讲的宏观宇宙啊，第六意识能圆得到啊，必须用精密的科学仪器啊，它圆得到。对内呢，可以圆到阿赖耶。佛说这些话这3000年前啊，
今天被证实了，我们凡夫圆不到啊！啊，这些聪明的科学家，他们用仪器、用数学，哎，他们能圆到了，啊，就是圆不到自性啊，所以他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么这些种种发现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知识渊博，它不是智慧啊。佛在禅定当中见到的是智慧啊，智慧跟知识差别，就是一个是烦恼断尽，一个是烦恼都还在啊。科学家烦恼没断，一样跟我们相同的，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。可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这烦恼断尽，他没有了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他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永远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是什么境界啊？在净宗里面讲常寂光的境界啊，不起心不作用啊，不这个不执着，它能不能起作用呢？能，众生有感，自然就有应啊，感应道交了，化而如是啊。活的它不是死的啊，怎能不起作用？因为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字体，一真的，只有这一个字体啊。昨天我看到一个同学，从网络的信息下载了一个信息，告诉我现在科学家又有发现。发现什么呢？一个黑洞里面有一个宇宙，这个宇宙当中黑洞不知道有多少，每一个黑洞里头都有一个宇宙。那这种发现在佛经上有没有呢？有。在哪里呢？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。啊，还是第六意识范围之内。你看，它能够圆宏观世界。啊，圆阿赖耶，那是圆微观宇宙啊，宏观宇宙跟微观宇宙啊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帮助我们对大乘佛法更有信心啊。可是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大乘佛法啊。科学给大乘佛法帮助不少啊，帮助什么？帮助我们建立坚定的信心啊，我们再不会怀疑了啊，相信自己的戒定智慧啊，相信佛在经上所说的智性一处啊，无事不办
啊，最亲切的利益，帮助我们身心健康，这个好处就大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用意念调整我们身心健康，啊，用意念去美容，没有毛病啊！你去外面美容院，你说那害人啊，那是破坏自然生态啊！啊，用意念呢创造自然生态，那是正常的。啊，那么再扩大，家庭和睦，啊，事业顺利，社会和谐，啊，天下太平，啊，扩大到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山河大地，永远不会有灾变。但意念嘛，科学发展到这个境界，对于人生才有真正的好处啊！啊，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，自信里面的心得自然向外流露。啊，心得里面的核心就是爱。中国古人所讲的父子有亲，那个亲爱啊，就是普贤菩萨这个地方讲的离境。离境是爱啊，爱的表现啊。啊，诸佛，诸佛包括一切众生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那什么能不恭敬？还原观上举例子，他举的是一微尘，诸位想想，一粒微尘我们对他都要礼敬，何况其他。啊，微尘是物质的基本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微尘聚集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名词称它叫基本粒子，啊，在佛法里讲一微尘。啊，科学里面讲所有物质的基础，啊，现在它称为量子，啊，比基本粒子还小，啊，量子。这个肉眼看不见的，啊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离境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，啊，一切恭敬了。人有沉静的心，决定不会害人。决定不会害一切万物。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。啊，
像爱我们的亲人一样的爱护他，那么这些动植物、山河大地，它的回报啊，就是圆满的，尽善尽美啊。啊，有没有这个世界呢？有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的华藏世界。《净土经论》里面告诉我们的极乐世界就是这种情形啊，那一边的居民个个都把这个十大愿望啊都做到了。你看看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是普贤大士之德的世界啊！凡是往生西方世界的人，普贤大士之德他们都修得圆满了啊！没有修圆满他怎么去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很想去啊，发愿求生净土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，这还是在续品呢、啊。正信续经文长啊，把它分成两大段，长在哪里呢？长在普贤大士之德。所以这一品经完全讲普贤大士之德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一品所讲的个个都修得圆满了啊，我们真正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干了 啊不干去不了，哎，干少分都行啊，把普贤大士之德叫满分是100分，我们能够有1分就能往生。啊，那一边品位高下不一样啊，我们只有1分嘛，往生极乐世界品位低一点。啊，如果真正做圆满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啊，那我们只有1分2分，我们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行啊，能往生就不错了啊。所以普贤大士之德要修啊，尽心尽力去修，不能不修。那头一个要学礼敬，对任何人都要有恭敬心，都要有礼貌啊！别人对我没有，我对别人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一定要真干才行啊！啊，光念阿弥陀佛不修德不行啊！阿弥陀佛皆行相应啊，执念不修没有办法啊，念了真修啊，才成就无量功德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头一个学礼敬，啊，二者称赞如来。你看他这里没有说称赞祝福，这马上就换了啊！他换这个名称用意我们要清楚
经上凡是讲祝福，是从相上讲的。讲如来呢，是从性上讲的。讲祝福是从事上讲的。讲如来是从理上讲的。这诸位就更清楚了。啊，那称赞是，称赞不能随便称赞，他没有真正的德行不能称赞，他有德行一定要称赞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行善要称赞，这个人作恶不能称赞。啊，他搞的是贪嗔痴慢，那怎么可以称赞？啊，如果他修的是戒定智慧，这可以称赞。啊，舍己为人是可以称赞，自私自利就不能称赞。啊，这个要晓得。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里面表演给我们看了。你看，离境祝福。他参访的善知识，出家在家，男女老少，啊，没有一个不恭敬。社会上行善的善人对他恭敬，那个造恶的恶人见到也恭敬，没有分别。从相上讲没分别，但是称赞呢，就有不称赞。他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没有称赞。啊，最明显的有三位善知识：圣热婆罗门，他去参访，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没有称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婆罗门愚痴，就贪嗔痴，它代表痴，愚痴，啊，对他不称赞。甘露火王没有称赞，他代表是嗔恨，啊，脾气很大。啊，法梭蜜多女。善财童子参访没有称赞，啊，为什么？她是妓女，代表贪爱。你看这三个人代表贪嗔痴，啊，善财童子对他们有礼敬，有供养，没有称赞。这我们要懂啊。啊，这个人他的心性符合，用我们中国话来说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我们称赞。如果这个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我们对他礼敬供养没有称赞，善财教给我们的。啊，这就是此地用的名词，祝福跟如来不一样。在佛法里面，这个人的心性跟十善业道相应，称赞。他要跟食物相应，不称赞。啊，食物是杀盗淫妄。啊，贪嗔痴慢，这个不称赞。啊，一定要礼敬。啊，一定要供养。
啊，这个我们要学会啊。第三，广修供养，这条重要啊，你看摆在第三条啊，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世间人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啊，是哪一个种族啊，尽管文化不相同啊，信仰不相同，但是求财的心相同，求智慧的心相同，求健康长寿的人相同，你看至少这三个是相同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你去问人这三样东西要不要，要啊。我早年住在美国啊，美国大城市差不多都去过啊。我遇到人我就问他啊，不同的宗教啊，啊，我们这些邻居啊都很熟啊，在一起问他这三样东西要不要，要。他也不是佛教徒，问他要，不管信什么教他都要啊。这三样东西从哪里来呢？都是从广修供养来的啊，他们不知道啊。十年前啊，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，有这么一个缘分，跟新加坡九大宗教往来，啊，以后我们很熟了，都变成老朋友了，啊，什么都谈了，啊，就有很多人问我，他说你们很有钱呢，你们钱从哪里来的？那这是真的啊！宗教里面，佛教确实是最有钱的啊！钱从哪里来？布施来的呀，越施越多。啊，不要去问人要钱，尽管修布施他就来了。我们中国民间有拜财神啊，那个财神是谁呢？春秋时候越国的大夫范蠡啊，也许一般人知道范蠡的人不多，知道西施的人很多。西施就是范蠡的妻子啊，年轻的时候被国王勾践派到吴国去，在吴王夫差面前做间谍，收集情报，所以吴怎么能不亡国呢？啊，吴国亡了之后，她回到她自己丈夫的怀抱，也离开了勾践去做生意去了。
啊，这个人聪明有智慧，爱国家了，啊，做出了牺牲奉献。啊，做生意，几年之后就发了财。发财之后，把这些财物救济给贫苦的人民，散财，啊，到处结缘，布施供养。啊，布施完了，啊，从小本生意再做起。过了两三年又发了，你看这个历史上写的三聚三散啊，他命里有财嘛，啊，布施完了几年之后又发达了，啊，发的比前面还要多，啊，发了之后再散，啊，三聚三散，啊，这是商人的典型的模范商人。所以中国人把他当作财神，啊，供财神，过去供藩篱，啊，我看到台湾也拜财神，一看是谁，关公，关公与发财不相干的，关公是代表了义，啊，我们十二个德目里头，啊，礼义廉耻，他代表义。啊，他并没有代表财富啊，啊，这个藩篱是供养他为财神有道理，要向他学习，你就会发财。啊，所以这布施就太重要了。啊，想发财的人修财布施。啊，财不要为自己。财要为广大群众，你就真的发财了。啊，那我们要修聪明智慧，要修法布施。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果报是得健康长寿。啊，什么叫无为？别人有困难的时候，有恐怖的时候，有畏惧的时候，你能够帮助他化解，让他身心得到平安，这叫无微不至。这个果报的健康长寿，啊，那么修无为布施最方便的、最简单的，采取素食，不吃众生肉啊！你看众生被杀的时候多可怜啊，他没有能力抵抗啊，被你杀了，被你吃了。他的怨恨永远不会化解，所以佛在经上有两句名言告诉我们：欲知世间刀兵界，刀兵界是战争的，你要想真正知道这个世界这战争从哪里来的，为什么会有战争？如果要想这个世间永远没有战争，啊，佛有一句话说：“除非众生不吃肉，众生要不吃肉了，这个世间呢，战争就没有。”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战争是与我们吃肉
这是真正的第一个因素啊。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所以不杀生，不吃肉，这是无微不至啊。更积极的，我们看到众生被捕的时候，被杀的时候，能够救他一命啊，用钱买过来放生，这好事情啊，救他一命啊，他会对你感恩戴德。这叫无微不至。无微不至的范围也非常广大。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修这个功德啊，也就是修健康长寿的功德啊。小动物要爱护，树木花草要爱护，为什么？它都有灵性啊。佛门出家人戒律的时候，清净比丘不踏生草，这草长得很好，你从它上面走过去，它会高兴吗？它不是没有知觉的，它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啊。不但树木花草有受想行识，连山河大地啊，泥沙石头都会看，都会听，都懂得人的意思。所以要一切恭敬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他不是无知啊，他不是死的。所以我们对一切物都要恭敬啊，因为物质跟精神永远连在一起，永远不能够分割啊。一粒尘沙里头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，现在量子力学家也发现了，这里面有整个宇宙圆满的信息，在一微尘里头啊。所以贤首大师讲啊，一微尘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。微尘尚且如此，何况树木花草这一切动物啊。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广修供养才是真正供养自己啊，让自己拥有无尽的财富智慧相好啊，都从这个地方来的啊。诸佛菩萨真感了。第四，
忏悔业障。啊，前面三种都是修德，积功累德。如果业障要不忏除，你所修集的功德就漏掉了。啊，好像我们拿一个杯子盛水一样，啊，上面把水灌进去，它底下破了，漏了，就漏掉了。啊，你功德撑不住，啊，你必须把这个漏洞啊补起来。啊，业障就是漏洞。啊，这个东西是损耗功德的。啊，要把这个补出补好。啊，用什么方法补呢？忏悔。用什么方法忏悔呢？我们反复在六道里搞轮回呀，迷失了自信，啊，不知道修善的好处，啊，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，啊，杀盗淫妄贪嗔痴慢，谁不造啊？啊，自己也不例外呀。啊，学佛之后这才明了做错了啊。啊，错了，已经错了，没关系，希望从今之后啊再不要做错了，那就对了啊。张家大师教我忏悔的方法，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啊！忏除业障跟空门啊。孔夫子有一个学生修忏除业障修得最好，也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颜回啊。你看夫子赞叹颜回不贰过，过失只有一次啊，知道了之后绝对不会犯从前曾经犯过的错误，这叫真忏悔呀！啊，那么佛法里面叫我们发怒忏悔，自己做错的事情不要掩饰，要有勇气把自己犯的这个过失啊说出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用意很深啊。你向大家公布说出来了，还好意思再犯吗？那再犯的时候你说，哎，你前几天犯，你怎么又犯了？啊，所以这个对自己约束的力量产生很大的作用啊。发怒忏悔真正的利益是在此地，一方面是鼓励别人啊，一方面是发怒自己的过失啊，决定后不再造，这叫真忏悔啊。忏悔纵然发怒了后来还造，那不是真忏悔
啊，这个名词禅是梵语印度话音译的，叫参谋啊，我们中国人把它的尾音省掉了，用一个禅字啊，悔是中国，跟中国这个悔的意思很接近啊，把梵跟中华这两个字结合起来，这种叫繁华合一啊，合起来翻译啊，所以忏悔真正的意义后不再造啊，不二过啊，这叫真忏悔。罪业不能够复藏，就是不能够隐瞒，隐瞒呢，小罪变成大罪，大罪变成重罪，那个麻烦就大了啊，真正悔过，改过自新，后不再造，这业障就消除了。啊，业障消除，你的功德才能够累积。啊，业障不消除，自己造的罪业隐瞒，不愿意给别人说，怕人知道。你做再多的好事，你都没有办法补偿你的罪孽啊！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死了以后还是得要堕地狱这是多么可怕啊！解决问题一定要在这一生啊，这一生不能解决，说死了以后再解决，没那么简单。为什么？人死了之后，比现在更糊涂。神智没有现在这么样的敏锐呀。啊，恶鬼出生地狱，跟人相比差太远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得人生的好处，就是能够忏悔业障，能够断恶修善，啊，积功累德，啊，都得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，不能等来生。啊，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法门，啊，听到十大愿望，啊，十大愿望摆在这一部经典正信序里头。你这个意义都深了啊！这是佛菩萨的真实智慧，善巧方便提醒我们忏悔通一切佛法啊，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
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忏悔法门。第五，学习功德。谁学功德？是破除嫉妒傲慢。嫉妒傲慢是大烦恼啊！啊，为什么人为什么造业？主要都是在这个地方啊，看到别人有好事，自己不如他啊，嫉妒傲慢就起来了，想尽方法去障碍他，去破坏他啊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修随喜功德的人啊，修普贤行愿的人，是不是真的被他障碍了，真的被他破坏了？没有。啊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回报他也好，侮辱他也好，陷害他也好，他真的没有受害。不但没有受害呀，还成就了他。读《金刚经》的朋友很多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有个故事啊，忍辱仙人被割礼王割截身体，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啊，那个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割礼王有没有伤害到他呢？我们看到是伤害了啊，把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，这很残酷的手段了 啊杀了忍辱仙人。啊，对忍辱仙人那边去看呢，哎，成就了他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啊，受这样的灾难，没有一点点怨恨心，这个不容易啊，一点怨恨心都没有。不但没有怨恨心啊，还生起报恩心。这报什么恩呢？成就他圆满般若波罗蜜，就好像考试一样，这一关通过了，这一通过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。啊，当时割礼王问他了，你有没有怨恨？没有。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，乔成儒就是当年的割礼王。真正修道人，你怎么能害得了他？不可能啊。啊，那你害他有没有罪呀？有罪。罪从哪里借的？不是从忍辱仙人的罪那里借的。啊，忍辱仙人修六波罗蜜，忍辱是主修的，其他六种是助修的，一个主，五个伴。他住在世间，教化很多很多众生。你把他杀掉了，啊，这些接受他教化的人，老师没有了，
功夫不够的退转了，这个罪你要承担啊，割裂王要承担。所以割裂王杀人若仙人的罪，若仙人没有罪，但是把一切众生得度的缘分毁掉了，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啊。所以割裂王也对堕阿鼻地狱。只有佛法了，把这个业因果报啊讲得清楚，讲得明了啊。菩萨发起制药经里头啊，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啊。有两个出家人讲经说法讲得很好，信众很多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皈依的多啊，供养也多啊，对于老师深恭敬心。另外有几个出家人看到起了嫉妒心，心里难过了，在信徒里面散布谣言，这个法师经虽然说得不错，没有德行啊，恶意的回谤啊，这些听众听了这个留言之后啊，对法师信心就起了怀疑了啊，退转了就很多了，把法师讲经法会的道场破坏了啊。那有五个这个出家人呢，这五个人堕地狱啊。其实戒罪在哪里？把这些善心的听众他们文化的语言断掉了，罪从这里戒的啊。这两个讲经的法师对他破坏的人没有怨恨啊，也成就他们的忍辱波罗蜜 啊。所以害人没有害到人，最害到谁呢？害到自己啊！你所害他的那个对象他没有害到，而把许许多多这个文法缘分把它断掉了，你害了这些人，害了这些听众啊！那法师没有害到啊，你说冤不冤枉啊？心里想害的人没害到啊，没有想害的那些人，你害了那一批人，这是什么？愚痴，没有智慧啊！他要是聪明，看得清楚的话，他不干这个事情。他怎么干呢？随喜功德啊！这个法师辛辛苦苦教这些徒众啊，这么多人的利益，这么多人成就，这是法师教的啊。如果他聪明，他把法师的功德全部拿过去了，那么呢，难赞叹这个法师，恭敬这个法师，让这许许多多信徒都来接受法师的教诲。法师把他们教成了，谁的功劳啊？这些介绍人的功劳，你看都是我把你送来的，我不送来你哪里知道啊。随喜功德跟法师功德一样的，有时候还超过啊。如果你是影响的人的多，那就超过太多了。利益别人是真正利益自己啊，害别人是真正害自己啊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。
啊，明白这些道理的人，啊，我们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到普贤誓愿，不知道。啊，遇到这种情形啊，心里也很难过。啊，学了普贤誓愿才知道，恍然大悟。啊，原来自己确实没有受到障碍。啊，受到障碍是别人，是群众。啊，可是在今天这个社会，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利用高科技的工具，好啊，把佛法送到每个人的家庭，不必来到道场，这是减少嫉妒障碍的冲突。但是听人听众不多吗？这几个人吗？啊，他一看到你听众不多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你听众越多，他心里越难过，啊，那个嫉妒障碍的这个力量就更一强了。啊，看到你没几个人，啊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啊，所以这些科学技术。高科技也帮助许许多多同学啊，文法觉悟依教奉行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会修随喜功德，修随喜功德了，便宜占的很多啊！为什么呢？出的力很少，收的效果。太大了啊！你比如讲经的法师还要预备啊，预备这个课程啊，还在讲台上辛辛苦苦讲，他在旁边劝几个人来听，他的功德跟法师就平等了，你说哪个划得来？明了这一桩事情呢，我们把眼睛看远一点，看大一点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辛苦啊，无界修行建成极乐世界呀。那多么的辛劳啊！你看十方诸佛菩萨，啊，都劝人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去修行。啊，去接受教诲，弥陀在那辛苦教诲，他们只是劝的人，他们的功德超过阿弥陀佛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人去，一切诸佛劝导的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娑婆世界的弟子，啊，求生净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很轻松啊，很省事啊，你们的业障太重了啊，消业障不容易，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帮你消。啊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时间太长了啊，破迷开悟不容易，得到极乐世界去，多去找阿弥陀佛，他有办法帮助你。你看释迦佛只要说这几句话啊，这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做佛了。他感谁的恩呢？感释迦牟尼佛的恩。
没有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极乐世界？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啊，所以释迦世尊的成就跟阿弥陀佛无二无别，随喜功德嘛，这是一等聪明人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随喜所得到的真实功德，第六，勤转法轮，这都要有相当的福报，要有智慧。随喜容易啊，没有福报的人也能成就大福报啊，勤转法轮就不容易啊。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讲一部经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济孤独长者认识佛教啊，知道这个东西好啊，啊，希望离情世尊到社会大臣来讲经教学，找不到适当的场所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人来，他要一来，常随众的弟子1255人，你都要接待啊，啊，找到祇陀太子的花园，他的别墅，这个场所很适合啊，像他有钱呢，结果他长者有钱，大富长者买他的花园，跟他商量啊，祇陀太子给他开玩笑，你想买我的花园行，你用黄金铺地，铺多少我卖多少给你啊，他真的拿黄金去铺地，祇陀太子感动了，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怎么这样舍得了？啊，他把释迦牟尼佛介绍给祇陀太子，祇陀太子说：“这不行，这功德你不能一个人做，我要有一半。”结果他说：“不行，你既然说卖，我完全卖，我就用黄金把它铺起来。”啊，结果祇陀太子也很聪明啊，好，黄金你可以铺地，我这花园花草树木很多，花草树木你铺不上去啊，花草树木是我的，我通通把它砍掉，这个地就变成荒地啊。啊，最后的协商，好，地是祇孤独长者的，花草树木是祇陀太子，所以叫祇树祇孤独也。你看你没有场地你怎么能请他呢？啊，这是勤转法轮啊。啊，所以必须有大富大贵啊，才有这种影响力。啊，请佛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这个功德大了啊，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是相同的，用心就不相同了，完全为的是利益别人，请佛到这讲解
啊，让许许多多人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不为自己，啊，自己没有丝毫的贪图，那就是功德。啊，如果请佛来的时候，讲经说法了，啊，这个功德回向给我，保佑我平安，保佑我家庭事业发达，啊，那就变成福德。啊，念头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啊？他们是功德呢？契陀太子、戒骨多长者都是菩萨化身了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，他们不是凡夫啊。啊，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告诉我们这一桩事情是好事情，你要想修福，最大的福报啊，最大的福报是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，我没有能力，佛有智慧，佛聪明，请他来教学。来成就啊的功德。啊，这用意在此地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在今天我们就晓得。一个法师或者是居士真正儒教修行，他能成就啊。他成就之后，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，度多少众生？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能够培养一两个法师，成就他。啊，他将来一生的成就就是护法这个人的成就。这个殊胜的功德或者是福德利益无边啊。啊，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。古圣先贤的教诲濒临到存亡极绝的边缘上，再没人救，后继无人，圣贤教诲就从这里中断了，就没有了啊！发现有几个真正发心真正想学的，全心全力来培养他，来帮助他，这是救了佛法，救了古圣先贤的大道啊！啊，我们不谈功德，谈世间燃山求福，你的佛法在哪里？啊，跟你讲实话。丝毫不夸张，你来生在天上做天王，不是人间帝王，人间帝王没这么大的福报。这要懂啊！啊，今天第一福是什么？培养人才，啊，好的师子，啊，全心全力来做。倾家荡产，舍弃生命也来做啊！你的果报在天上，天上有六层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啊！真实智慧、真实福报的人才能做到啊！啊，那么由此你就可知，如果障碍。这个法师
啊，这些可以成就的人障碍他，啊，毁谤他，陷害他，你不是害他一个人，你是把整个佛法断掉了，整个圣贤教诲障碍了，这个罪过阿鼻地狱。你杀一亿个人最小啊，你把圣贤东西障碍掉了，这个罪过不止杀一个亿的人，啊，功德啊，祸福吉凶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，你就了解了。啊，古时候有这样的人种，啊，像鸠摩罗什者，请释迦牟尼佛讲经，也不过就讲几部经啊，啊，用黄金布地，啊，竭尽了财产也干。他明了，他知道，不傻了。啊，他真的修佛，学佛，心地清净，他就成佛了。还想享受这人间天上的福报，他就升天了。第七，勤拂诸事。啊，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。啊，勤他诸事的时间长，教化众生就多。啊，诸佛如来，化身大士，住在这个世间是缘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成道的时候，没人知道啊。啊，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啊，谁知道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？没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请法，佛就走了，啊，佛就灭度了，啊，还算是好，被四禅无不还天的这些天人看见了，啊，从天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菩提树下了，开悟了，成佛了，没人祈请，他们从天上下来，啊，变换成人的形状，啊，一起来祈请，请佛住世。请佛讲经教化众生，释迦牟尼佛接受了，就没走啊。啊，这才从菩提树下起来。啊，走向附近不远的落叶云。啊，落叶云里面有五个人。都是他们的家族，啊，他离开家庭，这五个人是跟随他的，照顾他日常生活的，
啊，他就找这五个人给他们说法。啊，这五个里头有乔真如。啊，乔真如听到世尊说法，也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也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。啊，这清福住世。佛在世间都有缘人啊，经常说得好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。什么是无缘呢？不相信，不懂，他不能理解，你给他讲经他不懂，不能接受，当然更不能依教奉行。这样的人叫无缘之人。我听了相信，我虽然不懂，我也做不到，跟佛还是有缘。这个缘是什么？缘浅不深啊，能信能解，缘就深一点，能行就更深啊，能证呢，往生就是证，那叫根成熟了啊。所以佛到世间来，第一优先的是度成熟的众生啊，他们肯定能成佛啊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根性利的人很多啊，啊，听佛说法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种人有啊，啊，大彻大悟，他还从有些地方做不到，叫解悟。啊，佛住在世间，帮助他提升。啊，有些人两三年，从解悟到证悟；有些人七八年。有些人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有，个人根性不一样啊。所以佛教一般人就是根性比较浅的，能信还不能理解啊。你看先说阿含十二年了啊，帮助他们提升呢啊，这十二年是基础教育的象征。啊，接着八年方等。啊，进入大乘，就是大乘的预备班。啊，在二十二年薄弱。啊，这是纯大乘啊，也可以说是世尊一生教学。这个科目是主要科目，核心科目啊。四十九年，你看这个科目就讲了二十二年啊，最后法华八年。啊，那等于研究所一样了。啊，法华是归到一乘法了。啊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般若是菩萨了。啊，一层一层的把人向上带，这是有缘人呐。啊，不能大彻大悟。不能见明心见性，也都有相当好的基础。那这些人留给谁呢？这经上讲得很清楚，留给弥勒菩萨来读。
所以弥勒菩萨将来成佛，龙华三会，就释迦牟尼佛会上这些，没有这个明心见性的，没有正果的，将来通通在那一会成就。那么在这个漫长时间当中，地藏菩萨代理佛来教化众生啊。维持众生这一个局面啊，也是慢慢向上提升，不至于退转啊。那地藏菩萨是以什么为教学中心呢？给注释：孝亲尊师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这是孝与敬啊，孝敬是事出世间的根本法，一切善法都从孝敬出生的啊，孝敬没有了，善法就没有了。一切法如果从孝敬上扎根，我们就晓得这法是正法啊。为什么呢？信德里面的第一德啊，掌握住信德的核心呢，他怎么会不成就呢？普贤菩萨的十愿，如果说愿呢，只有这七条，这七条是愿。后面三条呢，古大德告诉我们叫回向。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，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，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，也就是回向心的。常随佛学这一句重要，常是永远不中断了啊！我们跟谁学？跟佛学，你就没错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大彻大悟、佛慧圆满的人从理上讲，我们自信里面的佛慧跟如来的佛慧无二无别，但是我们迷了，迷失了，他觉悟，他不迷。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自信里面的佛慧现前，我们跟着这个人走就没错。他给我们实现，他给我们说明全是自信本有的佛慧，这哪里会错得了呢？所以教导我们要随佛学。那佛现在不在世了，经本还在世，经本虽然多，84000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我们今天的更新太少了不行，太多了消化不了，找一个不长不短的适合我们更新的大乘无量寿经。好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学这一部经真正学这一部经，给诸位说10年
你不没有大彻大悟啊，你也有大悟啊，比大彻大悟啊低一级，你有大悟啊，肯定有啊。只要你把这个常字做到了，常是不能中断的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我们看古往今来，真的有许多人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什么也不懂啊。有一个人告诉他阿弥陀佛很好，你就念这句佛号啊，将来一定得好处。这个人有善根，不怀疑就接受了，从那一天起就真的一天到晚都是阿弥陀佛，念上三年，他愈知实知啊，不生病，很潇洒的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啊，他不生病啊，走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三年时间了。我们要在经教上用上十年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啊，这就是世尊在《一教经》上讲的。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要到清净阿弥陀佛，这就办这桩事情。你把心集中在一处，这一部经一句佛号，你就办到了，不难呐。那在世间干别的事情难呐，这桩事情不求人啊，只要自己下定决心就可以办得到。成功的秘诀就在这一句啊，底下一愿重要，因为我们人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界，日子怎么过？恒顺众生，随顺啊，什么都好。我要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世界什么与我没什么关系了，有什么过不去的啊？还有什么好争的？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尤其现在这个地球灾难这么多啊，哪个地方安全呢？没有地方心要定了，哪个地方都安全，心要不定了，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啊。心定在极乐世界，天天念兹在兹，没有灾难很好，有灾难也很好啊，有灾难就提前去了啊。无论顺境逆境，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，平常心看待啊，跟一切众生结善缘啊。众生做错事情，你看他啊，他有傲慢嫉妒这个习气，你就别劝他，不批评啊，也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
有善根的人劝他念佛，啊，没有善根的人随他去吧。最后普皆回向，啊，这一句跟贤首过世望境还原观里面三种周遍的第三种，含容空有啊，你心量都开了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啊，有这么大的心量，你才能成佛；没有这么大的心量，成不了佛。啊，顶多是在菩萨位次上。啊，成佛是要帮助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啊，都能证得究竟圆满，这是成佛的心啊！啊，不再有分别了。像我们这个经体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啊，大觉心现前了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！啊，念念不为自己，念念为的是整个宇宙的全体，普皆回向。啊，回向跟十法界一切有情众生，回向给十法界树木花草山河大地，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自然现象，啊，为什么这些现象都是唯心所现，为时所变啊，全是自信，跟自己是一体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我们有分别心错了，有执着心就更错了啊。这些错误啊，统统放下了，回归到一真，一真里面这个十大的这个德行圆满具足啊，这个是十条，简简单单的介绍啊，详细的都在《华严经》里面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。